谢谢大家，莅临台湾长笛嘉年华的音乐会，大家还喜欢我们节目吗？谢谢，我们谢谢今天所有的贵宾，还有在场的十二位老师们，对，还有钢琴老师，还有鼓手老师，然后我们还有中间还有一个穿插一个竖笛老师，对，谢谢。然后我们还要谢谢台北市立大学，这次协办我们这个活动，然后希望我们明年见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外面见，外面见。